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我现在湖北松滋沙道观镇去寻找正宗的杜家鸡啊。这个杜婆婆就在这个店里面。这是杜婆是吧？这是杜婆本人。这颗，哇，这婆婆八十几岁了，八十八了，八十八。就是杜婆鸡就是您做的是吧？杜婆，全部都夸在我的香。啊，全部都挂在你的家，是看到了。好，这传统活的知道了。您的本名就是姓杜吗？不是，我也就是这传的项目，他不是的，他本名、他姓王，叫王延英。啊，王延英。他是嫁到杜家的，说跟着我父亲，就是我爷爷。我是杜婆的。所以俺爸爸姓改的，还是杜婆的。他们姓杜的。他是嫁到姓杜的杜家。就跟着我们父亲喊了。哎，这个鸡是当年的小笨鸡是吧？当年的小母鸡是吧？这是八九个月的。八九个月的鸡是吧？八九个月的鸡。对。这闻的好香啊！沙拌饭的杜婆鸡，现在上。鸡翅还有这个小笼包吗？这一看着太有食欲了吧？就这个。炸鱼。煮一下再吃。这个鸡子可以吃了吧？现在可以吃了，就已经熟了是吧？可以吃了，很有味道。应该你给我换一点。哎，你说你不放盐的话，它就这鸡的口感是特别有嚼劲的，不是那种特别烂的那种。之前在那个大蒜是吧？它这个属于是麻辣鲜鲜的，有点麻，有点辣。哎，对了，完这个麻味儿还不是特别麻。这就是麻辣的。这个鸡肝儿，它完了，我那个徒弟给他转了一下。鲜的鸡肝是非常好吃的。他把那个鞭子送给我徒弟了。啊哦，是吧？嗯。我那个徒弟给他讲是当自个儿吃个，他说相当满意的。来，这喝的什么酒啊你们？老板，好酒，药酒是吧？泡的药酒是吧？啊、嗯，大哥，山东哪里的？山东临沂。临沂的啊、哦。一开始过来是的。啊。味道杠杠的。味道杠杠的。